姐姐，我今天站了一整天，实在累死了。盛婷，小心呐！你就忍一忍吧，回去我帮你按摩按摩啊。哎，等等。我真的走不动了，我还是搭电梯到五楼再往下走，没这么辛苦啊。哎哎哎哎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郑婷，我先上去了，对不起啊，借用一下。晚上七点我来接你。西施，我成功了，谢谢你。西施，你能来接我？哎呀，应该的，自从你受了伤之后 Mary 很挂念你。哎呦，你胡说。不是，老师，这束玫瑰花是送给你的。谢谢。他刚才买花的时候还特地选粉红色的呢。是，老师，你别听他们胡说嘛，是事实嘛。你们别闹了，总之谢谢你们来接我，这是应该的，老师不用客气嘛。